好，同学们，现在我们进入丁格丹里莫的第二份考卷了哈 ，Set B 的考卷 ，OK。如果 Set A 你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进入多两份考卷，今年的课程几乎就是到尾了 ，OK。好，我们看第一题。那我先鼓励大家先完成后进入我们的批改视频。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哦。第一题呢，他说 dalam belajar ABCD hexagon。然后呢，这个 EPQRS 呢就是什么 pentagon sagado AFPQ 是 garis lurus OK 他要找的是 FEP 这一个 angle 是多少，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一边找出来咯，这一边找出来咯，你就可以知道这一边跟这一边咯，然后就三角形去处理哦。 OK 所以这一个我们其实不需要这样麻烦，如果我们对 Sudoberluaran 是很熟悉的话，这个六个边嘛，所以我的 Sudoberluaran 是六个边 Sudoberluaran 我就用360除6咯，等于60，所以这一个 angle 等于60，然后这一边是五个边嘛，我就用360除5 OK， 然后我得到的是72OK， 然后呢180减60减72，所以为什么最后答案是48？OK， 有原因的，答案是 boy。OK， 48。好，第二题。第二题呢是属于 form 4的课 ，form 4的 bab 5。OK， 好 ，tentukan bilangan darjah bagi graf itu。Bilangan darjah， 我们要看 tepi。OK， tepi dan gulung， 它有多少个边 ？OK， 一、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总共八个边。所以八个边我乘二咯 ，formula 来的嘛，对不对？所以16，答案是 ，OK。第三题 ，antara berikut yang mana kamu merupakan satu pokok，OK，pokok 啊。好，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七里七里 satu pokok。什么叫 pokok 呢 ？pokok 啊，一定是单八个洞 ，OK，without lobes， 没有圆圈的，所以 A 肯定不是答案咯 ，OK。bilangan tepi kurang daripada bilangan bucur sebanyak satu，OK、okay?。所以答案是 bilangan tepi kurang daripada bucur sebanyak 就是我们讲的 the number of edge less than the number of vertex by one OK 我们来看看啊 B 1 2 3 4 5 1 2 3 4 5，边跟角是一样的，错了 OK 所以1 2 3 4 5，五个边1 2 3 4，然后个五一样的1 2 3 4 1 2 3 4 5，所以答案是 don't keep OK 好接下去 antara berikut yang mana ke bau su OK 哪一个是错的，第一减三减六减三九啊到减六小过减三，其中一个对，所以它是不对的 dua dan sembilan ialah number pertama， 单呢就是两边都要对。如果是 number pertama is a prime number， 不是九不是，所以这一题就是答案了。那我们看 C 先，什么 number genap boleh dibahagi tepat dengan dua？ True 咯，不对咯，而是我们讲的 benar 咯。Sebilangan gandaan sepuluh ialah gandaan lima。Sebilangan 一部分的十的倍数就是五的倍数。对咯。OK， 好，所以答案是 boy 啊 ，boy 是错的，因为它胆呢就是两个都要正确，我们才可以纳为它是正确的。OK， 好，第五题 ，PQRS ke pusat， OK， 我们这一个啊，我们一定要记得有 tangent， 这个 tangent 长的呢，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一个 z 啊。OK， 然后你看到这一个下来这边有一个90度的出现啊，然后它要 x 加 y 啊，同学们，那我们现在来看 x 怎么处理，我要怎么找 x？ OK， BPO 是吗？这边有一个，我们在这边唯一能够其中一个很明显可以看见的是 BPQ 等于26，怎么样来的嘞？中心点是旁边点的两倍，这是中心点嘛？中心点是旁边点的两倍，所以这一个呢，这一个出现的时候，它就是26咯。所以这边是26 ，OK。然后找到 x 啊，所以当这边26，因为它是等腰三角形嘛，这边也26咯，对不对？然后从中心点去到 tangent 有一个90度，
所以 x 本身呢等于90减掉26，所以 x 等于50、等于64，就减2，对， x 等于64，找到了 x， 现在我们要处理 y 咯。 OK， 这边是90度来的， OK， 看到这个三角形吗？所以 y 呢就等于90减掉52，所以 y 本身等于那个38，然后它要加起来吗？这两个加起来，最后答案等于180。哦，抱歉 ，y 不是38啊，38是这一个地方。OK， 我们看用另外一个方法处理 y 一下。OK，y 这边我擦掉啊。OK， 好，这边是90度，所以我可以找到这一个地方等于38。然后这一个地方我也要找出来咯，我才能够找出这用这一个小的三角形 PQC， 这一个地方怎么找出来呢？ OK， 这边我们知道它是26， OK， 这一边呢你看到一个 Z 吗？每个动道线的从 tangent 去到 circumference lily dan 在动道线，这边26，这边表示说它也是26咯，所以180减26减38 y 等于116，116加64答案等于180。 OK， 好， dalam rajah 4 segi 第一个 P， OK， image of P 也来 image， 这个 P 是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 original， 这个是 image 啊，90度，然后呢他要看他是哪里一个是属于菩萨。同学们，我们拿其中一个点啊，现在我们拿最高的这个点，因为这个点我肯定就是它咯。如果现在我这样子去到 B， 1 2 4 6 8，如果我90度一定是这样子2 4 6 8，其实答案就是B 哦。 OK， 如果现在我去到 A 打直1 2 3 4，我应该打横1 2 3 4，我的 A 应该在这里，所以 A 不是咯。 C 也是，如此类推，每个检查 OK90度吗？它一定是下来下去90度，直的长的90度，如此类推，所以为什么答案是 B 啊？ OK， 我们来到了 MT2 的第7题了啊。 Tentukan faktor skala bagi pembesaran， faktor skala 还记得吗？ image 除以 object， 我们拿 image 的其中一条线，再拿 object 的线，我们有的线是什么呢？ ED跟 AD， 他说 EFGH 是 image 的，这个是 image， 这个是 object， 这个大个的，所以 ED 是 10， AD 是16， OK， 或者我们 10加6就16了，然后月减58，答案了58， point， OK， 所以一定要记得 factor scala scale factor 一定是 image 除以 object 的， OK。好，然后来到了第8题。 Yang manakah bukan penyelesaian bagi 4x 减 y 等于20。 同学们 testing one by one 哦， 4x x 等于减 1， 对吗？第一个啊，所以4减 1 减24等于20，然后减4加24等于20， OK， 然后呢这个就20等于20，所以 A 很明显是对的咯。 OK， A 是对的，所以它不是答案。我们把一个一个放进去 testing， 最后看左右两旁一不一样，左右两旁不一样的那个就是答案，因为它讲不干本人的 sayan bagi bersamaan is not a solution for the equation， OK， 所以答案是 donkey， 同学们答案是 donkey。来，我们来到了第9题，它是大过嘛，对不对？大过的时候它在哪里涂呢？大过一定在上面的，上面的，所以下面的两个 BC 都 BD 都不可能是答案。 OK， 我们就检查 AC 咯，到底它哪里不一样啊？你看这两个图有什么不一样，一个2323，一个是虚线，一个是完整的线，所以答案是 Apple， 对吗？因为这个是大过吗？它没有讲有等于吗？大过或等于就是完整的线，所以为什么答案是 Apple？ 好，第10题 ，OK， tentukan semua integer x yang memuaskan kesamaan linear serentak berikut，OK，这一个我们解决掉了。
5等于这个3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5给移过来，或者是我们把 x 减5移过来啊，所以它是5减1等于 x3， 然后5减1等于4等于 x3， 然后12等于 x， 哦，大过 sorry 不是等于，大过，这是一点哦。然后 6x 加 8， 6x 大过或等于42，然后 x 呢大过或等于7，所以呢 x 啊如果放中间，它一定是小过12，大过或等于7，所以我的答案是7 8 9 10 11 12，7 8 9 10 11罢了，12没有在内，因为它小过12，所以答案是 boy。 OK，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11题。11题如果你看的话，你专心看，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图来的，对不对？然后把它放过来，让它有一个三角形，看到吗？我们一定要三角形处理。然后它告诉我 kedudukan aras mata amil dan seorang burung masing-masing ialah 1.3 ke 2.9。 OK kedudukan OK 1.3 2.9， 2.9 在哪里呢？ seorang burungGive the height of the position Amel I OK 这边啊 1.3 但 bird net 是 2.9， 所以这整个是 2.9， 这整个是 1.3 OK。 然后他要找的是这一个地方等于多少，就要让我们 move 从这一个 I 到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鸟笼之间。那这边 1.3 这一个地方，如果现在我把它画好啊，OK， 我的图是这样的，现在，而且是这样啊，所以这边是 1.6 咯， 2.9 减，这边是 1.3， 这边也是 1.3， 对不对？然后呢，他告诉我速度东嘎干 40， 现在他要找的是这一个，距离是多少 ？OK， 那我们用什么呢？他给我把灯当案，要我找本斯布拉汉，所以我用 tangent 40等于 1.6 除于我要找的那一个，然后 x 等于 1.6 除于 tangent 40，然后 x 呢就等于一个答案了。 calculate 一下，你就会得到你的答案是 apple。 OK， 好，然后到了第12题， tentukan graf fungsi kuadratik 这一个，它必须要 fulfill 两个点嘛，中心点跟这一个点的 coordinate 是减40。OK， 所以我用什么方法呢？ Detect 我们讲的 graph itu mempunyai titik minimum。 OK， Titik minimum 呢一定大过0的。 OK， 一定大过0的，因为它在下面嘛，所以它是属于 negative 的，这个我们称它为 titik minimum， 大过0吗？所以如果说 fx等于零 ，OK， 然后 x cross 2，OK， 我们照写啊，加4x 等于零哦 ，OK， 因为 fx 嘛，对不对？然后 x 呢本身，我们就把它我们讲的那个 factorize x 括号 x 加4等于零哦 ，OK， 所以 x 有什么答案呢 ？x 等于零。另外一边是 x 等于减 4， 所以 x 等于 0， x 等于减 4， 这是我从这一个 formula 里面找出来的，所以答案为什么是 donkey。 我一个一个把这个 coordinate， 把这一个 coordinate 放进去，我们可能就会得到那个答案了。如果左右两旁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们就那个就是正确的了。 OK， 好，13题， y dua sin tiga x， OK， y dua sin tiga x 是来自哪里呢？OK， OK， 等 y 等于 a sin， 然后 bx， OK， 当我写的时候 a sin bx， 所以你来 maximum 等于2咯， minimum 它是一样的， minimum 等于减2， OK， b 本身透过这样子我知道 b 等于3， OK，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tempo。当我们做这一课的时候，我们有个 tempo 呢就是360除3等于120。 fulfill 这几个的要求我们就 settle 了。首先减3错了咯，减2有机会咯，减3错了咯，所以1跟3，你看我读完所有的资料过后，
A 跟 C 就错了，我们不会再动 A 跟 C 了。然后来到了 B 跟 D 之间， B 跟 D 之间我们要 fulfill 那个要求， B 是到90度罢了，但是我的 tempo 是到120，所以答案是 donkey 120。 OK， 所以你看到这东西很容易去处理，只要你知道 maximum minimum 的东西。 OK， 好的，我们来加 OPT， OPT 的 RTS 也来设计第一个本数据的高。 OK， 这个设计第一个，然后 QRS 是减43， QRS 数据 QRS 这一个地方，那我们找的是这一个地方来的咯，四 ，OK， 四 ，tangent 四，三 ，OK， 然后这边就是五来的咯，这我们是定了习惯了的啦。PT 等于 ST，PT 等于 ST， 所以这边是吗 ？PT ST 是一起的 ，Cherry 你来 PTQ， 他要找的是这一个。好，我们怎么去处理呢？OK，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ST， 可以看到吗 ？ST 等于四咯。现在我要找的是什么呢 ？RT 等于三咯，对不对？然后最后他要我们找的是 Cherry 你来 PTQ， 我们要找的是这整条线咯。OK。那现在我们不懂的是 RT， 我们只指它是三，但是 RT 实际上的是多少我们不懂， OK， 所以 let's say 说 RT， 这个 RT 的三是属于这一个三角形的，但实际上 RT 是多少我们不知道，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 RT， OK， RT 是哪一条线的呢？ RT 是属于三来的咯，对不对？等于三。OK， 如果现在我要直接用这个啦，好吧，我直接用四三啊。OK， 这边就是 ST 来的咯 ，ST 就等于 PT 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是 RT。OK， 然后 ST 本身呢，我已经有了的 ，ST 本身就是这一条12等于四三，下面还有个 RT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放上去，这个放上去，你就会知道12乘3 36，36等于四。PT， 然后呢9等于 PT， 最后他要找的是 cos PTQ cos 啥 PTQ， 然后这整条呢是多少呢？我们找到是9来的咯，对不对？9加5，所以这一个三角形如果我把它画下来，它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12 9加5 14，然后他要的是 cos 呢就是 b e r s e b l a h a n 除以 hypotenuse， 所以是12 over 14咯，12 over 14，月减26 12 27 14，答案这样子来的啊，同学们。 OK， 好，第11题 1 punca okay, merupakan 1 punca bagi bersamaan quadratic。OK， 其中一个哪一个是它的 puncture， 我们就要把这一个 factorize 咯。5x 是2加 13x 减6等于0，那我们就把它 factorize 5xx 这个6，这边是13啊，所以这边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6要放哪里？还记得一个叉的吗？同学们还记得一个这样子的吗？ 5xx， 现在我们有几个的方法，一我们用16六五三十一 ，ex 不可能得到13了，所以16不成。然后六 x 五 x 加起来也等于11x 罢了吗？没有13x， 所以不成。所以然后二 x 三五十五加二或是减二会不会等于13？会，所以5x 跟二是一起的，然后 x 呢跟三是一起的。然后它是 positive 吗？ 5315 这个要 positive， 然后这个是 negative， 因为我要减掉2，所以最后出来的答案 x 呢等于什么呢？ x 有两个答案，对不对？等于0啊，所以 x 最后出来有 x 等于2 over 5， 另外一个呢 x 等于减3，所以 next 等于2 over 5 boy， 答案是 boy 啊。 OK， 好，百慕大杆，同学们，百慕大杆我们把它处理哦。 OK，我们把它乘进去，它就变成10 x 加2 减 2 x y，
然后减 7xy 加 21x cos 如何，然后总共呢加起来就等于 31x cos 如何，因为这个跟这个嘛，然后减 9xy， 答案 OK， 答案是16题的答案是 cat 啊 OK。 好，然后到了这边 on cup 干 P， 现在我要 P 成为主角，这个是题目啊同学们，现在我要 P 成为主角，这个 R 等于 5Q 减 4P2， P 前面有 negative， 通常我会换过来这一边， 4P 等于 5Q 减 R， 然后 P 等于 5Q 减 R 除于 4， OK， P 跨色如啊， P 跨色如啊，然后呢 P 本身呢我就要分确跨色如啊， 5Q 减 R， 然后2因为它这个可以被喷枪卡色如何掉吗，所以17题的答案是 cat 咯 OK。 18题 index 是属于 form 3的题目，同学们当这一个被处理了过后 OK， OK 我们把它换去 index form 的时候，它就等于 m 这一个9 over 2，然后 n 3再乘于 m4，然后 n 248，然后再除于 m 5 over 2 n 15，然后我们把 m 给团聚起来， m 9 over 2，然后加嘛，乘就是加咯，加4减5 over 2，然后 m 本身呢 n 3加8减15 OK，这边还有一个减15啊 ，OK 除吗？然后就处理掉这一个 ，calculate 一下这一堆，你会得到 m 6，然后 n 减4 ，OK， 然后呢就把它换去，这真的是我们 form three 的东西哦 ，OK， 所以为什么最后答案是 boy？OK，、okay? 好，这一个。二换去八 m 六八，现在 find the value of m，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是换把它分割咯，我们从后面算起哈，从后面算起一二三一条线，一二三前面加个零咯，零一一咯 ，OK， 零一一就等于三，一一零就等于六，八，所以 m 本身等于。散哦，好，这个呢是有个图表，你可以背起来的一个图表 ，OK， 零零一就等于一咯 ，OK， 零一一零一零零等等的，我们就把它背起来。这一个我们照减不了嘛，对不对？二四零三七 R 啊，啥啥，一零六五也是七 R。好，现在看好啊，三减不到五嘛，我就要跟它接咯，它没有的接，我就要跟它接咯，它变成三，它每接一个过去呢，就会变成七。七呢，我还要跟借给隔壁我，所以它剩下六。这一个呢，七加三十，十减五五。OK， 六减六零，三一一三零五，跨色啊 ，base 七，可以搞定哦。OK， 答案是 apple， 是这样子来的。OK， 记得它的阿萨是什么呢？就表示说我借一个过去是什么的意思。OK， 好，这个题目也算是简单的题目啊，我们乘嘛，乘进去咯。二四四分之一乘减十二，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拿到的是那个减三，然后二，然后再减三四十二，然后就那个三乘减二减六，然后减三减十二等于减十五，二减减六等于八，所以答案是 boy。OK， 21题啊，好，我们 carry on 22题，我们已经一半了啊，同学们注意啊，这个呢是一个气，第二个气 ，OK， 第一个气 2P 加 2P 乘 5，2P 乘5等于 10P， 然后减1乘0等于 0， OK， 然后接下来这个 2P 乘减2等于减 4P。然后一乘减一乘减三等于三 ，OK， 好，这一个出来了过后，哎，不对，我们要加起来，不对呀、啊，同学们，第一个、第二个它只有左右罢了，
2P 乘5等于 10P， 10P 加0，这是第一个部分。 OK，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减 2， 2P 乘减2等于减 4P 加3。 OK， 所以最后的那个答案是那个，我们看10，这边10咯， 10P， 所以 P 这个是 10P 啊， 10P 跟 10P 没有转变咯，对不对？然后这边就减 4P 加 3， 减 4P 加3等于 7， 等于 7， 所以 P 找出来咯。 OK， 然后呢减 4P 就等于 4， 然后 P 呢本身就等于减 1， P 等于减 1。 OK， 它是这样子来的，同学们。OK， 你看到它在重复答，然后接下来这一个 variation， OK， 那个我们讲的 Beruba Secara Song Sang 嘛，这个是 Song Sang。双上的时候啊 ，M Beruba Secara Song Sang 等于 M， 表示说这一边是 M Beruba Secara Song Sang， 双上 K 在上面咯 ，KM。然后呢，我们要从这边把 K 找出来，从一个完整的把 K 给找出来 ，OK。我们把它代替进去咯，这个是 Q 来的，这个是 K，M 就等于 P 哦 ，OK。然后 Q 乘 P 等于 K。Q 乘 P 等于54，所以54等于 K 哦。OK， 像这一个它也是，现在我要找 R 吗？我要怎么找 R 呢？我们倒回去那个刚刚我们算的咯 ，N 等于54 over M。OK，M 是 R 来的 ，N 是6来的，6等于54，我现在要找的是 R 啊。除以 R， 这两个换位置咯 ，R 等于54除以6 ，OK， 然后呢就最后 R 等于9哦，54除以6吗？9咯，答案 C。E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kuasa 2F， E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kuasa 2F， 这边啊 ，E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KF kuasa 2。secara song sang dengan punca kuasa 3 H， punca kuasa 3 H， OK。 现在如果他告诉你 E 等于 18， F 等于 3， H 等于 8， 他要 ungkapkan E dalam sebutan F 等 H，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完整的我们要找出 K 咯，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数目他给我的我们放进去咯。OK， E 等于 18， 我放这边拿 18 等于 K， F 本身等于 3， 33就9除以分车跨设第一个 H 就等于2， OK， 然后呢就36等于 9K， 然后4等于 K， 所以最后我的答案是什么呢？ E 等于 4F kuasa 2 除以 punca kuasa 2 H， punca kuasa 3 H，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的答案是 boy， OK， 你会做出来的答案。好， jarak di antara bumi dan bulan ialah 这个 sebuah roket bergerak dari bulan ke bumi ke bulan kelajuan berapa masa dalam saat diambil oleh roket itu tiba， OK， 当我要找时间的时候我就用 jarak 除以 masa，jarak 除以 masa，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这一个三角形 jarak laju masa distance time 那个 speed 跟 time， 如果现在我要找 jarak 我就要用我的 jarak， 我要找 masa 我就要用 jarak 3.84 km， 我现在要换去 meter， 所以 3.84 乘以 14 再乘以 10 再乘以 1000，OK， 然后再除以150是我的 kilojoule。OK， 上面这边 calculator 处理一下，然后你会得到的那个答案是，就除了得到答案除以150，你就会得到25600三个零啊。OK， 然后呢，把它换去 standard form 就等于2.56乘以15。OK， 好，26，所以为什么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一题就是我们要的答案，2.56 乘以15，对。
28题，同学们，28题是一个 graph laju masa mana ka bahagian mana ke bagi graph menunjukkan bahawa Mary bergerak secara dengan pecutan sifat CD 咯，对不对？pecutan sifat 就我们讲的 zero acceleration， 就是零，它没有任何的移动。OK。哎，这么回跳去28啊？我先去26啊，我以为这边我们解决了。OK， 回去26啊。啊 ，debris x integer 啊，这个宇宙呢是31到44之间。简单 ，empat。OK， A 是简单 ，empat， 所以 A 我们从31开始，48、32、49、36。40、40、41、44没有了了，因为它的限制了嘛，30到45之间。然后 B 呢就是 integer berkeadaan boleh dibahagi dengan tiga， 从31可以除3吗？不可以，32、33，所以从33开始了，33，然后36，然后就到39、42、45、48，需要大正多干嘛？不需要，这两个都不需要，因为它小过45嘛，这是我们有的。然后呢 keadaan baki ialah dua， OK， baki ialah， 同学们，这一个啊，这个是一句来的啊，你把它记得啊，你一个可以除3，然后剩下2的，所以第一个 OK， 这一个32咯，然后30、35，除3，然后剩下2的，然后39就没有了，就变38。然后41、44。OK， 好，然后他要的是 A bersilang kesatuan B unicorn， 或者把 unicorn 嘛 ，pelengkap。所以最后啊，最后他的成员是。30，它这一个啊，32、36、40、44，这一堆数目不可以在答案里面，所以剩下的答案是30、31、33、34、35、36、37、38、39。OK， 然后41到44，32到44是我们的答案嘛？这个combine起来的，所以31是我没有的，33、34、37、39、42、43，答案是 boy。OK， 好 ，Raja di atas menunjukkan gambar Raja Wen。OK， gambar Raja Wen， 然后 P ialah murid yang suka bermain badminton， Q bola sepak。R berenang， diberi 这一个等于40亿， OK， 40亿。如果这边是 X， 这边是 Y， 这是我没有的东西啊。然后 diberi 这个是什么 ？Bilangan murid yang suka bermain badminton adalah dua kali bilangan murid yang suka boleh bola sepak， OK， 好，怎么去处理呢？那我们首先要找出来，他说这个等于40亿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个 Q bersilangan R pelengkap 等于40亿。OK， 40亿是怎么得到的 ？Q bersilangan R pelengkap， 所以表示说它是10，外面这个宇宙的10加 X， 然后再加8 bersilangan pelengkap 嘛。OK， Q R bersilangan pelengkap 等于40亿，然后再加2等于40亿 ，Y 不可以加进去咯，这整个东西不可以加进去咯 ，OK， 所以现在透过这边找 X 哦，20加 X 等于40亿 ，OK， 然后这一个 X 呢就等于20亿，然后就把 X 呢放进去我们的那个，他这边已经讲了吗？放进去那个 ，OK， 我们把这个 badminton 呢的人数呢是 dua kali ganda bola sepak， OK， 所以表示说 NP 等于2×， OK， 2×， NQ 咯， OK， NP 本身多个人呢？21加 S1 是 X 啊， NP 本身是21加8加1等于2。乘以8加1加 Y 加2
OK，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一边处理掉，这边等于30，这边呢8加11 y 加2就等于11 y 加20加10。OK， 好。哦，不是11 y 啊，这边是11加 y， 同学们，那个是一加来的，11。加 y 一个 y 不了吗？对不对？然后30等于22加2 y， 然后8等于2 y， 然后4等于 y， 答案是4。Apple。OK， 28题我们刚刚解决了的，我们进入29题。29题 ，Laju Zara ialah 0.5 ms kuasa 2 kuasa 1。现在他要找的是 calculate the value of d， 他要找的是 d。然后 Zara 呢，就是我们讲的停留的点减掉开始的点 ，OK， 所以是 d 减12除8等于 d 减12除8等于 0.5， 然后找 t 出来，你的 d 这个往上移，然后找 d 如无意外是 cat， 如果你做到的是 c， 恭喜你。30题，这套是这一套的 set number， 然后他要找的是 mean， OK， 我们就把全部加起来了，2加4加5加6 mean variance， OK， 2加4加5加6加8全部加起来除5， OK， 因为有5个数目吗？ OK， 所以我的这个 mean 啊，我会算到我的 mean 就是全部加起来除5， OK， 然后我会得到的那一个是5来的，我的 mean 啊，然后我再算 variance。OK， variance 呢就是全部夸色如何掉咯，夸色如何，夸色如何，然后加起来再减夸色如何 ，5 夸色如何，全部加起来，然后你就得到最后的答案，答案等于4。OK， 好，31题是巴当达恩的 ，OK， 然后他要的是65分以上的，65分以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咯 ，OK， 黑洞干布拉都是1、2、3、4。5、6、7、8、9、10、11，十一呢就是高过65的 ，OK， 他要的是 obtain 啊，对不对？所以总共多少个数目呢？3、4、5、6、7、8、9、10、11、12、13、14、15、16、17，然后18、19、20、21、22、23、24，答案是24还是25啊？不了 ，OK， 25。乘以100，发现等于答案。恭喜你！如果你做到这一题的答案，这个是 Form 4的啊。32题 ，min gaji ialah 3093.75 kumpulan belajar 啊 ，kumpulan hitung kan x 是多少 ？OK， 这个 min 啊，同学们把它加起来咯，4×200，2400加2800x。OK， 然后再加15000，收5000 ，OK， 然后再加9×3200，然后再千啊，然后再做8×3600，然后全部乘起来加起来过后，无意外你会得到一个答案的3093.75吗 ？OK， 3093.75 ，OK， 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就不多写啊这个啊 ，OK。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是我们的等于它 suppose 应该要写在这边嘛，比较一清二楚咯，这个是我们做出来的总结，然后有告诉他为什么我们亏钱啊等等的，看学生的人数啊等等的。好，这一个 Mina。 好，然后来到了这一个 Diberi Wang Saku Harian Bagi Lima Orang Murid 这么多黑洞干 CC 和 PRY，同学们 ，CC 和 PRY 就是我们讲的 mean 呢，你在用 variance，OK，、okay, 我们看啊，首先把 mean 找出来先 ，OK， mean 啊 ，mean 是这一个 ，mean 就是4加5加8加10加8等等 ，mean 呢你会得到的是7 ，RM 7，然后呢你就夸色如何每一个，就是4夸色如何，看见吗 ？OK， 这个处理掉不难啊， 2.19 答案是 C。这个是 variance， 全部夸色如何除5，然后这是原本我们早上买的时候啊，就是这一个早上买的时候，这一个呢就是 mean 来的 ，mean 夸色如何 ，OK， 这个除5，然后你得到的答案
OK， 好，现在我们进入34题，同学们，34题也就是最后的6题吧，7题。OK， 34题是 graph 来的。OK， 现在他要的是要么呢 ，double panchong ke kanan，panchong ke kanan 就是读下楼梯的 donkey。OK，donkey 只有 donkey 不了下楼梯吗 ？panchong ke kanan。OK， 好，然后来到了下面的 lulus mata pelajaran fizik kimia， kepala kalian ambil bahannya lulus satu mata pelajaran sahaja， satu mata pelajaran sahaja。OK，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就是如果他及格这一个就不及格这一个啦，对不对？所以2/5再乘于不及格的1/4咯。这样倒转来的，他及格再加34，如果他及格 kimia 他就不及格 physics 咯。所以这两个乘起来加起来乘了就加起来，最后答案这个是36题啊，最后答案是25。 OK，他要找的是 hidungkan kebalang kalian， 35题啊，这个是，哦 ，sorry， 35题是11，这么25，你们乘起来喽，11/20，答案，11/20，好，36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 bilangan mulai berlaki dan mulai berlumpuan dalam kelas alpha dan kelas beta。OK， 然后 apabila seorang murid dipilih secara rawak daripada sebuah kelas， kepala kalian memilih seorang murid。 OK， 好，这一个看好啊，12，他要的是 hitungkan jumlah bilangan murid dalam kelas beta， 12除以30怎么来的，18加12，因为我们是同一间 class 的，然后呢就等于10。 OK， 10/10加 n， okay， 30怎么来的，12加18加12咯。 OK， 然后你就往下处理，你就会得到的 n 是25，你就会得到的答案是25，这个是 sorry 啊，你就会得到的答案是43000。 36题，对，25，对，得到答案是25啊，43000是37题的。 OK， 25你最后得到的答案。 OK， 好，这一个刚刚讲了咯，43000这个处理啊。好，38题 insurance， 同学们，40岁，然后2800， OK， 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一个东西啊，40岁2800，我们就用28000除以1000，然后呢再28000再乘以2.05，因为它是属于这一个范围的， OK， 它是女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得到你的答案是574。 uncheck 话我们不愿意 satu policy 这一个 deductive 9000，然后他的那个 cost rawatan berapa cost yang ditanggung， OK， 首先17500， OK， 17就是 cost rawatan， 17500减9000，OK， 这9000呢是公司会帮你出的，所以是16600， OK， 好，然后呢 bayaran cost， OK， 他最后要找的是berapa kos yang ditanggung oleh dirinya sendiri， OK， 30%， 100乘以16600再乘以16600，再加900，不是乘900，加900， OK， 你得到最后得到的答案是5880， calculate 一下5880，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题了。Okay， 看好啊，nasi ayam 等等的 keluarga encik chai memesan 3 pinggan， OK， 4碟的那个 nasi ayam， 1碟 nasi lemak， 2碟 mi goreng， OK， 这是他的菜单，还是我们讲的价钱表了哦。然后 berapa jumlah amount yang perlu dibayar， 他需要给多少钱， OK， 如果他有讲什么东西吗，没有了啊， OK， 他需要给多少钱， OK，
处理哦。答案完整的。OK， 这样1到40题我们就解决了 paper 1，我们下一堂课会进入完整的 paper 2，谢谢你们。